你们现在看到我的影片啊，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 YouTube 上面传的影片，都是另外录下来的。就比如说我实况的时候是啊，上传位元力是3500嘛，那3500的话，它的画质其实有个极限，就会没有那么精致，不太好。所以我通常在实况的时候会一边录影一边实况，就录影是开比较大的画素这样子，开比较大的频宽啊，留下来的影片记录就会比较好，然后我就用这个影片频宽去剪辑，就可以呈现比较好一点点的画质给各位这样。先不要说是不是为了各位啦，我自己看了也爽，好不好？这是重点了。啊，潘姆上一次送我啤酒，这次送我什么？维他命 E 哦，能量滋补水，好像比较好的样子。哇塞，加500的能量哦，我能量也才不过300而已，他给我加500干嘛？我有办法用到这么多能量吗？我根本就没这么多能量，好不好？没有那个屁股可以坐这么大的马桶。哎，哦，在这边，啊，去我的小麦不见了。明年我应该会大量的种植小麦。小麦是不是只有秋天？哎，春天、秋天还是夏天、秋天呢？可以种小麦。对啊，明年的话应该大量种植小麦啦，因为我发现种小麦好像比较好用。他想要一颗纪念石英放在店里。啊，皮艾鹅送他生鱼片，其他人送玉米。哦，等等的话我会注意啦，不要给山姆给到玉米棒。我已经知道他不喜欢玉米了。他是看到玉米有什么阴影吗？他讲话好像也是一样，等你成了家之后，人生会变得不一样，生活模式也会变得不一样，都要注意啊，衣服要穿好，不要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没有穿衣服就跑出去一样的，或是跟其他人跑出去，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哦。我讲的是不是有点隐晦啊？你们这样听得懂吗？我在做健康教育。好啦，来送给玛尼啊，看他会不会有其他对话好了。好像会有，哎，这一段是 不太一样啊。我从他那边买动物回去养，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是个好农夫这样的。这个门到底要怎么开啊？说实在的，现在虽然说发现了这个门，但是他是不是有达成条件？玛尼十颗星的时候可以开启。刘医师，我送了吗？陆医师。有人懂，有人不懂。哦，讲白话一点，就是在风雨交加夜晚，男生跟女生要做某种休闲活动的时候，某种有氧运动的时候，安全的防护系统要做好。不然等到你成为了家长之后，才在后悔来不及了，就不好了。其实他说的很对啊，一个人生活跟两个人生活真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就是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啊，两个人生活的话，你都要顾及到另外一半，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句话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啊？他得到旁边的城镇去找另外其他病人。这样讲起来，医生跟军人吧，好像有点类似哦。医生他最有用处的时候就是病人很多的时候，但是病人很多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很好的状况，例如说大型流行性的疾病在肆虐啊，大肆流行啊，无法控制啊，医生就会变得很繁忙。哎，就跟军人一样啊，军人也是，军人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天灾需要去救灾啊，要么就是打仗的时候，都不是很好啊。但是没有又不行。那个是剧情哦，谢恩的剧情就对了。那我应该解不到了、啊，谢恩我就已经八颗星了，不是吗？好，谢恩好像已经八颗星了吧？我还没有，还早呢。哦，这个高冷型的单身男子真的很难攻略呢，现在才四颗星。如果够的高级钓竿，他讲的我都知道了。冬天冲钓鱼十等，我钓鱼早就十等了啊。渔夫分支大概第一年是卖鱼好用，第二年开始是蟹龙分支很强大。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啦，蟹龙它虽然很贵，它需要铁，但基本上等到你后期很有钱的时候，你搞不好就直接跟克林特买铁，或者是说你直接去买蟹龙啊，直接跟这叫什么名字？威力哦，直接跟威力买蟹龙应该也可以吧？反正到时候钱也多的花不完了。到那个时候，蟹龙应该就很便宜了，所以说蟹龙的成本就不是问题。再來是收到垃圾的几率，蟹龙的有两个可以用嘛，一个是不用鱼饵就可以捕到东西啊，另外一个是这叫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是不会捕到垃圾。鱼饵是很便宜的东西嘛，它基本上也是用钱就可以解决了。那不会捕到垃圾呢？其实我觉得它不捕到垃圾让我有点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从垃圾里面回收出来的。例如说金链石英好了。金链石，我现在目前箱子里所有的金链石英大概有九成以上全部都是回收出来的。对，我觉得回收还是蛮好用的啦。而且你说如果收到的品种不够多，但是你也不会把它拿来卖钱啊。你不会把回收到的虾子啊、蜗牛啊、贝类啊拿去做成，应该说拿去卖掉吧。你要么就是把它做成料理啊，要么就是放着看你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就后期收入来源不会是这些东西啊，顶多把它做成食物，做成料理。而且这种东西是可以大量收购的，要多做一些蟹龙就好，多买一些蟹龙。蟹龙不用鱼饵，放置 play。我是觉得鱼饵太便宜了啦，所以说完全不会想选。
就选一些，我会选一些基本上钱是换不到的东西啊。因为你去搜鱼饵，你去搜这些笼子里面的螃蟹啊、龙虾之类的时候，你顺便放鱼饵就好了。除非你放的量真的超多，就是你放了大概100个蟹笼，那样子才会有感觉吧。你放了100个蟹笼，你每一个都要重新摆一次鱼饵，那就真的蛮麻烦的。但是像我这种一次才20个、10个蟹笼而已啊，也没多少，摆一下就完事了。而且拿着鱼饵对着他们点的时候，也不会不小心把蟹笼收起来，对我来讲也是个好事啊。哎，他不会说我已经学习到了，他不是及时更新就对了。紫心水果要老树才能结得出来。哦，是哦，哇，11600。我真心觉得酒好赚的。听夏哥斯说话，你想睡觉了？睡吧。耶、yeah, ！第二年的冬天，科罗布斯的生日哎、欸，哇，那个黑色家伙竟然有生日，酷哦！我在有小孩之前，需要在家中建一个育婴室。小宝宝需要一张婴儿床。哇，莉亚23号哦，那我要等到23号才能跟他求婚呢、欸。半夜台通常会开多久啊？通常新入股会开2小时啊。不开玩笑，我靠我的声音助眠。有这么有催眠能力就对了。发现这份配方啊，我想要对你的好客说声谢谢。我好客吗？我什么时候有好客？我也没有请他来我家里吃饭啊，我送他东西，真的啦。巨无霸餐，巨无霸餐是什么东西？他已经升级了，容量翻了一倍。安装了孵化器，只要把蛋放在上面孵化就可以了。过不了几天，鸡蛋就会孵化了。你的光临，哎，孵化器完成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放恐龙蛋下去孵化、啊？事不宜迟，给它孵化看看好了。摸一下鸡，孵化器在哪里啊？这个吗？这个、啊？哎、欸，我怎么没看到孵化器啊？我的箱子被移到这边来了。这个吗？哎、欸，孵化器在哪？这个？哦，有了有了有，这个叫孵化器哦，哦酷哦，多放一些牧草啦，容量翻了一倍，哇，恐龙蛋这样放下去耶，酷哦，是哦，我把这些丑丑的避雷针打掉。重新配置啦，太棒了！避雷针这边摆这边，摆这边完全不会阻碍到的地方。这样子我也不会说走路走到一半突然往下钻钻进去这样。啊，今天科罗布斯生日，我今天一定要去送他。这是充好感的好机会。哎，有些这骨头有的没的，真的是多到都不知道怎么用。有缺口的土罐，这个我有捐过给博物馆吗？看一下，有捐过的东西好像就会显示在上面了吧。
对啊，没有捐过的话会显示问号问号吧。啊，忘记拿纪念石英了，算了啦，才150块，不用啦，送他送他。糟糕，现在有钱的很嚣张了哦，都不接任务了啊！艾弗琳奶奶，好感度到达一定的时候又有新剧情了。啊，你是不是在想在这香味哪飘来的？他的招牌饼干，艾弗琳奶奶的。老奶饼干，有奶奶的味道哦，哈哈，很美味啦！他刚才从烤箱里面拿起来的话，怎么可能像冰球啊？你要保守秘密，会制作饼干啊，不是老奶饼干哦，加了特别的秘方牛奶这样子。秘方是奶，哪来的奶就不知道了。哦，黑影科罗布是最喜欢野山葵哦。哦，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家拿？好像不错哦，送他最喜欢的好感物，在他生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加爆多的心啊？我的马没声音了。我的马在抽筋呢。冰球好像是冰上曲棍球，那个黑色的球啊。不管什么奶都是好奶。野山葵。陶罐都没了啊，这都已经有了。科罗布斯的话，他应该是不会关门吧？他会睡觉吗？好像也不会，不太会睡觉啊。他喜欢玩雪，重温最好的记忆。我就说了嘛，我就说了，是不是？阿比盖尔就是法师的私生女嘛，确定了，确定了啦，法师的女儿，莫迪斯的女儿，应该就是阿比盖尔啦，没有错了。我知道你想要买东西，想要看我什么、啊？他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观察人类，下午其实蛮有趣的，说实在，看起来。可是他说阿比盖尔的头发是染的，他说不定骗人啊。而且就算是染的好了啦，为什么这一定要染成紫色呢？这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谢恩跟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哈维，我真心觉得哈维真的会一直被我忘记耶，糟糕！他明明他医院就在皮埃尔的旁边。在这个杂货店的旁边，为什么会一直忘记他、啊？完全被我遗忘的存在、欸，有点惨、啊。阿伟现在出来了，生鱼片、海藻汤，给他生鱼片好了。身上没玉米了，只能塞给他生鱼片。因为他跟马鲁在发展办公室情缘，宅宅的警报就没办法。靠近这样的，
不错啊，马鲁跟他应该是个很登对的，夜情病动，这时候这个系列早太久以前了，说实在的，我国中时候嘞，我记得我国中时候就有了，你看这多久了啊？我国中离现在少说也十年十几年了吧？白色巨塔的阴影，啊，这样子皮艾尔之前隐藏的秘密会不会是亲子鉴定报告啊？他其实很早就怀疑说阿比盖尔不是自己的亲生，所以他偷偷的拿了阿比盖尔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发现无血缘关系，但是他又很爱卡洛琳，为了让家庭呈现现在的美好情境，也不要让阿比盖尔不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他为了隐藏这个事实，他就把鉴定报告藏起来。我原本说好要砍木头的，结果都花时间在挖矿，看来我对铁的执念真的是太高了啊！四个铁矿哦，哇塞！我不下矿坑了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矿坑里面打转，结果才四个铁矿哦！哇，今天是收入最惨淡的一次哎。铁矿可以挖到这么少也是不容易耶。我是不是需要再准备一下玉米啊？精心的。其实我玉米好像也没拿来做什么用啊，再拿十字根在身上。好啦，今天在睡觉啊，明天再来砍树吧。这个我看过了。啊哼，12000块，还有蝇头小利的140块。啊，这时候能跟到台，大部分你应该自主的年纪了吧？很难说吧？应该有一些是，哎，也不一定啊。明天六日呢，放假吧？现在有办法跟到台，应该蛮正常的。对啊，平常这个时间要是出现的话，那就真的可以说是上班族嘛。其实这个时间要是在平常的状态下，在这个时间看台好像也有点糟糕啊，蛮容易迟到啊，上班迟到之类，或者是去公司没精神啊。我看看，哇，潘姆又送了我啤酒，这有这么好啊？卖掉，从别人的那边收到的东西，也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哦，今天要做什么？去马尼。哎呦，哎呦，克林特满星了哎！这颗星星是不是刚刚才加上去的啊？马尼，先去找马尼好了，因为可以赌到谢恩呢。顺便送贾斯东西吧，贾斯的好感度有点低啊。克罗布斯，哎，矮人。不知不觉矮人的好感度这么高了啊，克林特已经满了，我还给他干嘛？浪费了一根玉米，好过分哦，说浪费了一根玉米，好像我涂了是什么东西的感觉啊。贾斯出现了，嘿嘿嘿，来吧，收下这根玉米。哦不，我忘记他不喜欢玉米了。他
他不喜欢玉米啊，他喜欢生鱼片啊，哎呦。对不起啊，贾斯，忘记了。哎、欸，他今天星期二，他要去跳舞了。Oh no， 我没办法买鸭子了。太粗太硬了，不喜欢。你在讲什么东西？嗯，深夜了是不是？深夜了，大家都开始深夜起来了呢。这样子，我哈维是不是也不能给啦、啊？他应该给两次啦、啊。Oh, nice， 没错没错，真的不能给了。我跟哈维，我能不能去他房间东翻西找一下？第一次到哈维的房间呢、欸？哎、欸，不错呢、欸！天哪，他的房间其实还蛮漂亮的，经典。爵士精选，这什么东西啊？无线电广播组，阿伟应该不会下班的时候都在做这个城镇广播员之类的，也、欸、蛮酷的啊。哎、欸，这个房间的配置我喜欢哎、欸，我说真的，这里改成电脑的话，哈哈。蛮惬意的，绕一圈了，什么都没有，回来砍树吧，把那区域整理整理。啊，其实这样子讲起来，我今年的冬天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欸。我要盖牧场了嘛，对不对？没错没错，可以做的事情变多了哦。也还好嘛，十个金石而已，没多少啊。而且还有个冬耕，莫名其妙放进来了，什么时候存进去的都不知道。砍树咯，耶！种出来的作物多数都可以用种子生产器变成种子。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能不能把水果？用种子生产器生产出来树苗嘞，或是说生产成种子嘞？比如说我要大量种植樱桃树，或是说什么水蜜桃树？水果树种不成啊？他就只能去皮埃尔买就对了。哦耶！明年要解开温室，对吼，还有温室吼，等下再来看温室要多少好了。看温室要什么东西啊？砍错了。哇，小四要睡觉了。因为我农场想要盖在鸡舍的旁边呢。到时候还是我等一下来先搬家。先睡觉了，先睡觉了。怕到时候算错，差一格盖不了房子就要回来再拆。哦。哎，刚刚是不是有流星了？